中国的好东西太多太多了，说不尽了。我们现在不去研究，不回头看看，看到前面都是些麻烦事情，没有看看后头，看看后头回顾后头你就能对付未来，你就能解决未来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幸亏汤恩比说了两句话了，我们对他感恩了。他说：“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别人讲不相信。”他是世界历史哲学的权威，他说话人家相信。我们中国人说外国人不相信，这个话从他口里说出来，是不是真的？外国人半信半疑，我告诉他的大家，他说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，这个《摄王僧经》也是净宗重要的一部经典。记住，净土经典里头都有善男子、善女人。我们要不能把这个事做到，极乐世界的社会纯净纯善。我们去带了不善的习气，跟人家怎么相处？这个是阿弥陀佛有智慧。你不善的话，他不来接引你。念佛念的再好，阿弥陀佛不能接，不来接，不知道怎么去法，去不了。那我们就由此可知，阿弥陀佛戒引真的第一个条件的是善，第二个条件是信，真信，第三个条件你真愿意往生就行了。佛一定来戒引你。你往生品位高下，那是你念佛功夫。但欧耶大师讲得很清楚。品位高下了，念佛功夫浅深。这善字重要啊，千万不要疏忽三个根呐、疏忽三个根呐、扶不起来。我们传统文化恐怕保不住啊。过去能够绵延这么多年，这三个根坚固。做母亲的会教啊，真正会教的，从怀孕他就开始教。这也是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的胎教。婴儿出生之后1000天，从出生到3岁，这1000天叫扎根教育。母亲把关，天天看着你，所有一切不善的、负面的，不让你看到，不让你听到，不让你接触到。你眼睛看到的、见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，都是正面的。都是仁义礼智信，都是五伦四维八德，都看到这个好样子。这个善根
坚固啊。所以说，把三岁看八十，一生都不会改变。啊，遇到什么样的挫折，打不倒你；什么样的诱惑，诱不动你。为什么？根扎得太牢了。现在没有这个扎根教育啊。高明厚利，美色，我讲三桩事情，你都会动心。啊，你都会被他们考倒。啊，这个倒，考倒，不是你过自己的事情啊，有关于整个文化，有关于整个大乘佛法，不就完了？啊，那么因果讲到惩罚，那决定是阿鼻地狱。啊，我们能想得到的。啊，诱惑你的人有罪，也是阿鼻地狱。啊，你被诱惑的、被上当的，你的罪更重。不可以不知道。